大家好，我是 Ali。 今天呢，我跟杰克又要出去采买了。这样会不会太夸张？因为我太兴奋了。然后我们今天要去 Donkey， 就是唐吉诃德。然后我知道台湾在去年有开了一间，但其实泰国已经开了大概一年多了，而且开的时候也是造成轰动，因为现在在泰国是第三波疫情，大家知道曼谷有点小小的 serious，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出去都会做好防护，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我们，我们很 OK 的。既然要出去，然后顺便拍一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Donkey 呢在疫情期间它的人潮是怎么样呢，然后他们有没有很多特价商品。因为我知道现在泰国有很多店家要出清，因为现在其实买气没有到非常好，就像是 7-11 现在啊都是推线上购物，他们甚至还有一个 app 可以采买，可以直接 delivery 到你家。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Donkey 他们在曼谷的现况。老板你 you buy Donkey 呀啥来吃什么吧，那我们出发吧，走吧。 Green今天呢，我们坐 Grab 出发，因为杰克他懒得开车，忘了在开头的时候忘了跟大家说，就是我在网络上也有查了几个泰国人必买的商品，他的泰国人跟我们的台湾的必买商品有什么不一样？东西，玩你有 mask， 靠干搞有色啊了呀！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的这间 Donkey 是在铜锣七的 Donkey， 它的外面是这样，蛮可爱的一间店。吉兰拉面。菜啊，你米吃想妈嘞！泰国人推荐必买。我们现在进来 Donkey 了，然后这里面的人呢，因为今天是假日周六，人有点多。Okay， 但因为 Donkey 里面的东西实在太多，所以我们要慢慢的逛。这个好可爱哦，这是 Sakura 的夏味鲜，这个只要20泰铢。蜂蜜蛋糕 ，Castella。Honey Gong Gong， 阿来 ，Gong Gong。这里是面，但是我们今天要买的是 Soba， 所以就。Pass， 康隆就是糖果的意思。杰克总会停在康隆区停留很久。Chocolate 没有那么淡。219平米块。KitKat Dark Chocolate 黑巧克力，我在网络上看人家推荐这个跟抹茶，虽然它两个是非常普通的口味，它还有其他的口味，有荔枝、草莓、冰糖。后来169哦，但是抹茶的话也是169，但是这种比较普通的是119。在笑了。紫番薯送在没？那肯定啊。杰克最近很喜欢吃番薯。哦。在哪落单卡嘞？99看来。长崎蜂蜜蛋糕。安妮克阿莱斯。只能看两。嗯，后来。199。看一下它苹果生鲜区，也要看一下生鲜区，真的还蛮多蔬菜水果的。我就是对这个有兴趣，但是好贵哦，85泰铢。大家知道在泰国，他们其实这个大包下面还会再放另外一个保利龙在下面垫着它的高度，然后才会把菜放进去，看起来会比较多。我不知道 Donkey 的会不会也是这样。你便宜啊，这是干贝，799泰铢一盒，人很多。这个是鱼软明太子，明太子它这样75g 卖169泰铢。这是干贝，一包888，这两包。这里有卖那个鳗鱼。这样子一条，这样子699。下来是它的虾子海鲜，我觉得还蛮便宜的，大家可以参考看这个价格。这一盒这样子天使虾是299，炸虾已经帮你裹好粉了，一包是399。这
我这个虾子要帮你剥好了，这样子一盒是180，这是另外一种冷冻虾，这在台湾还蛮常见的，但是虾子不同的大小会有不同的价格。自由大的牡蛎，而且卖的超好的，这样一大包399。哇，这是一个冻米，太慢了呀！你偷哎？过去人寿司个米来啊？这是超级大的虎牙帝王蟹。吃大不了嘛 ？Decorate 是吧？小鲜肉吃。虾都包好好的，其实我还蛮喜欢他们这样子包的，看起来很干净，然后也很卫生的感觉。杰克在看什么？泰国东铁有跟电商合作，他们在 Shopee 上面也有商店，限定泰国地区。Oh my god！ 我刚看到一颗高丽菜居然要100泰铢，日本严选。那我觉得有点贵，但是这个高丽菜如果吃起来好吃的话，我是觉得还蛮 OK。因为泰国的高丽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非常的硬，所以这个高丽菜外观看起来跟台湾的差不多。它的价格如果没有那么高的话，我应该会买。这是猴鸡茶，猴鸡茶在泰国还蛮流行的，它喝起来有一点点像乌龙茶，一点点而已。塞了米格林花耶。嗯，好笑啊！刚刚那个是日本严选，这是日本高丽菜，像半颗要99泰铢，超贵。我常喝的那个绿茶，它有出这种茶包，199，但是只能泡40克。其实我觉得商店买好像比较方便，价格也没有高到哪里。走了，阿尼卡来，走吧。啊 ，Last time we buy this one。可以乌冬ด้วยก็ได้。อันนี้300 กรัมเลยนะ。然后看一下我们买了多少寿吧，为了要把那一罐酱油吃完。刚杰克为了要选这个寿吧的面，所以现在在网络上做了一些功课。啊，你够点烟袋哦。对。最后决定买这个79泰铢的。这个。这个是免油的。哦，没错。对，听听看。吓烂มาก了呢。就因为我找到这个。这是我们目前的战利品，就这些。我们才进来大概半个小时，就买了这么多东西。啊，杰克又发现了！你可以爱手吧？是乌冬泥地瓜买了。哎，你没要，เพราะว่ามี frozen。OK。ซื้อแบบ frozen ง่ายกว่า。OK。放的是零食区。菜，这个泰国人的网红推荐，泰国网络有推荐的，很好吃吗？但现在 Seven Eleven 也买得到。菜，这个很好喝的样子，我有看有人推荐，但是呢，就看他说不能喝，要帮我买这个好小的，这样一包18，试试看。这个我跟可以跟大家推荐，这是我日本同学，他都会买这个来代替盐。接来了。菜吧，伊是洗头啊，没是洗灯。所以拢都洗头跟洗灯分紧样诶。个，伊说话常常话，กลิ่น没เหมือนกัน。No, this one you say you can milk inside the milk. อันนี้ก็ธรรมดาที่ไทยก็มี。ไม่มี。泰国的网络有人推荐这个，但是因为台湾也有，然后上次我买过，我觉得我不是很爱，应该有人喜欢，但是。不是我的菜，哎，可以可以啊 ，OK。有录下来吗？阿来，阿จำไม่ได้แล้วไอ้สาวขาด。有得了。好，我们现在要去二楼。有一款睫毛膏，我看到很多人推荐，看到都蛮想买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买，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擦起来怎么样。然后一直到我今天，它
看到人在推荐，就是这个，啊、超贵。但我知道大家应该都买过了吧？这个泰国的价格是这个价格。有些泰国人到台湾会买台湾的日本商品，像我之前回台湾的时候，我就帮杰克的妹妹买了很多面膜。我爸那边好吧，买一万人。对，就是跟我们同辈的，喜欢日本商品，所以我回台湾的时候呢，基本上我的伴手礼全部都是不是日本面膜，不然就是睫毛膏，不然就是保养液那种恋爱魔镜的东西，也给大家一个参考。知道玩具区这里有卖很多公仔，还有 cosplay 的衣服。啊，你平？他叫 Pokemon。你平？没平。好嘞。250。他没吃拉面了。ข้างในมีพิกาจูไหมอ่ะไอ้ติ๊งไม่มีนะที่นี่มีรูปอ่ะก็ you have to buy separate แล้ว我有在网络上看到人家推荐这个一定要买的是袜子看一下有没有可爱的好可爱不是那种中筒的这个也是短短的像这样短短的有点小可惜可是你们的话，你们会买吗？他如果做中筒的话，就是大家看得到的话，我就会买，因为其实他做工真的蛮细致，我还蛮喜欢的。织法这个，是不是？你懂我，你懂我的意思。还有这个，你看，你看它 detail 真的做得很棒。好，大家，我现在带大家到他这边的熟食区，在这边可以买到一些便当或是预饭团什么之类的。我们刚刚买了这个。我没有吃过，但是杰克说他之前吃过，没有什么味道，一定要加这个粉。然后加完粉之后，其实味道就跟这个很像。这边有很多便当，这里是饭团，一个40，看起来蛮好吃的。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结账了。我买了2000多。然后杰克现在要叫 Grab， 我们要准备回家喽。我们回家会开始煮今天的晚餐，大家想要知道我们吃什么的话，待会见。啊，我们回到家了，哇、哦，好累。那杰克现在已经把东西差不多放到冰箱里面去了，因为我刚刚。回来之后立刻马上消毒手机啊，手洗手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包含杰克手机我都有消毒过。晚上老丁那老丁啊来，舞动 ，donkey donkey， 主要买的就是一堆手把，还有皮卡丘蛋。晚餐时间，三明治舞动，加 sauce。破底了耶。拉拉耶。A few moments later. Deploy now. Okay, 现在杰克要吃他的乌冬。乌冬盐。浓。这个好 Q 哦，这乌冬很 Q 哎。我现在要吃这个安妮的瓦莱。瓦莱饼干。金羊哎。你妈嘞！杰克说要把它整个 cover 这个，能 cover with。那 cover 就 steam。steam 了 ，steam 了。没得呢 ，just drip。OK OK。跟黑糖糕好像、哦，嗯，好嘞呢。有你了，一下没 ？You got a problem。嗯，它的酱汁是黑糖糖浆，黑糖。嗯，吃没？嗯 ，sauce 够阿雷 ，sauce 阿雷卖。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Donkey Donkey 加上我们的晚餐，然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你通常会在 Donkey 买什么样的商品。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希望透过这个影片大家可以更知道一些泰国的现况啊，或是我们的生活。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看什么影片，欢迎在底下留言，不要忘记追踪我的 Facebook 跟 IG， 你就可以 follow 我的生活。而且最近有时不时会在 Facebook 上面开直播，我跟杰克。好，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